Marco， 我哋呢边已经准备好。 OK， 而家 stand by。 目击 UFO 个案查证方法入面其中一个重要手法，系透过想象同埋科学推论之后，将现象重现翻喺目击者面前，睇下同佢当日用肉眼睇嘅有几相似。但如果尽力重演出嚟，都同目击者所见到嘅有明显差别，咁就可以被界定为可能嘅 UFO 个案。咁我都系带翻你哋先啦，点会俾外星人偷听到我脑电波呢？ 嗰個係平衡均速咁飛行，我覺得呢個先係模仿到我哋當日睇到嘅嘢。我覺得事主見到我 UFO， 哇 ！Marco， 我哋呢邊已經準備好。OK， 而家 stand by。起啊！宇宙最高文明之最高维度之太空战舰起飛！ 最矮！啊！宇宙最高文明之最高维度之太空战舰起飞！猩红嘅咩？嗰只嘢？整擦走啲嘢。有信心！哇！有声有声，我听唔到啊！好哥跳得啦，我听唔到啊！好哥跳得啦！唔知而家 Marco 个心情系点？应该好复杂。啱啱系由于机身太重，所以我决定拆走少少嘢。冇事啦，飞翻河拍嚟当 UFO 算啦。准备飞，准备去飞！宇宙最高文明之最高维度之太空战舰再次起飞！哇哇哇哇，好平稳啊！哇，哎，冲出天际啊！睇住。喂，反应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哇！有个外星人坠落。想问一下咧，卓飞同 Kathy， 你觉得而家见到嘅呢一嚿物体咧，同当日你哋见到嘅唔相似啊？呢个好实在啊，系一个航拍机。size 啦，同埋有声咯，听到嗬。如果当日你揾个手机影，都应该收录到啲声，同埋个 size 争好远喎。嗯。目测我嘅太空战舰已经飞到200米高。得噶，多谢你尽咗努力。可以完成啊，翻落嚟啦，可以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坠毁啊！嗱，飞碟坠毁事件啊，呢天。系，旧嘢系 Ring P 嘅，旧嘢系，多谢 Ring P 为节目捐躯。咩嚟啊？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